全国居民同胞们好，我是鬼统元帅，我正在实况《洗牌与反杀：外交策略加二战中国梦》的，有点很久没有玩洗卡了呢 我上个礼拜没出现，是因为我感冒啊，到现在喉咙都还是很烧气啊。好，我们来打一下，214打347，胜算还是很大的啊。好吧，不过这边的战场地形有点不是很好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看来得需要苦一点了。哎 到现在红行还一直都是弹呢，这种状况真的讨厌啊，有点烧瞎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知道射手手这边，然后步兵手这边，我们用这样子的攻势来化解敌人的进攻吧。进入狙击模式，这没打到。好，那就打骑兵，不对，这应该都军官来的啊。整个南昌的部队都在这边呢。瞄准，那我好好瞄准好不好啊？转哇！哇，转弯的时候有点卡。我的，好吧，他瞬间来一个黑画面，不过总算是可以解决的。好，打死你！还以为什么这么近都射不到哎。好，敌人步兵主力在前面，那我们还是，拿手榴弹轰一轮。炸死你们！炮击，炸一下，下来，用撞的，撞一些再炸一些，来看。我们下马继续打。砍死你！怎么算这么 K 啊？对哦，应该是画饼数调太高了。就我画饼数要调高一点，不然的话可能会有些地方，就是录影的时候会有些地方有一种错过的感觉，所以我就把画皮数调到9啊。画皮数越高，大概画面就越不卡，是电脑会弄得很卡，就是录影的画面会比较顺一点，但这样电脑会比较卡。其实画皮数的意思就是一秒钟放几张图片，我之前就是一秒钟一张嘛，看以前看我影片超卡的，卡到对不对？但现在我一秒钟放十几张，对，一秒钟放9张，哇，这边升快点啊！怎么叫用手榴弹丢啊？丢四秒。啊！好，去掉。怎样用砍呢？好，我们要
倒回去，砍光这些废物。一下子画面中这么多人，害我电脑更卡了。再砍呀！差点砍到自己弟兄哎！砍死一个，再一个。呀！啊！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妈，我要狙击一下。打死你！看我中正式步枪的厉害，我原厂加持过的哦。好，他走了。我们应该吧？好，还是最后两个人，等我们把那些家伙我打完，我们就可以离开，然后去打南昌了。好，开始围攻南昌吧。好，行至攻城。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防守阶段。来说，开始列阵，步兵、射手。好，骑兵要在最前面，然后骑兵前面就要放个英雄，我还是把骑兵放稍微后面一点好，这让他们站在水面，好，站在城下面狙击。好，打死了一个，接下来手榴弹轰炸他们啊！炸一下，来，免费啦。好。好，炸完了，可以爬上去了，应该吧？我看看他们还有多少人。还有60几个人。我记得我刚才看的话，是有300多个人在守城。城内守军有300多个人，谁能打败那么多人才能攻下来？不妙不妙不妙！感觉我刚才再不下去的话就要被射死了。啊！好，可以瞄准了，打到他的肩膀，他就挂了。Fire！好，打死你！哇，这个我就打靶啊！可恶，我要去下面换一下子弹了，拜拜。
换奥斯丹可以上去啊。这一回合，我们就叫我们的第一组可以冲锋了。射击，我们先跳下身啊，等待城面狙击他们。我实在那什么很扯淡你哦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刚才是不是按到关掉了？好吧，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教训，就是千万不要按着荧幕，然后按着转头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直接把按到打叉。哇，好衰呀、啊！今天这集怎么结束有点快啊？那好吧，我们就还结束一下好了。那我们就先拜拜啊，抱歉啊。